干嘛的？啊，哥，帮助媳妇的脸啊。啊，这是干什么？从哪里过来的？啊，从岐步高校来的。还不是岐步中学的？这什么东西？打开。咋的？在楼啊，哪个？这么高。高级的，高级。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吧？怎么了？如果晚上在这里走，极危险的。啊，好，这么黑，穿这么点衣服，啊，还搞个枕头，你这个小伙子很聪明啊！这么冷的天，啊，这么大晚上的在路上闲逛，干什么东西在这里啊？不好好读书啊？明天叫你们班主任，叫你们老师的领人，还跟我上警车。都是几年级的学生呢？七年级的。他我问了，他是到同学家玩了一下。可能昨天晚上上网吗？真的非常谢。好，没事没事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。好，谢谢。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